44岁邝明洁终于嫁出去了。昨晚跟50岁的男友刘继军结婚宴客，她搞怪一身灰色婚纱亮相。两个人交往4年多，总算开花结果。邝明洁情绪激动，一度哽咽落泪。今天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天，那我也从 Michael 哥的身上看到，我们人生不止只有今天最重要，其实每一天都很重要。我会学习。两个人拍4套婚纱照，现场席开45桌，共花费近120万。新郎是再婚，有2个儿子当伴郎，夫妻俩也协议不打算再生小孩。我们在去年就决定不生小孩，因为他跟我2个儿子感情真的是太好了，所以他也把他们视为视如己出了。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家庭的氛围里面，没有自己的小孩也是会很幸福很美满的。婚礼现场宾客云集，包括综艺大哥大张飞、新郎新娘媒人陈美凤跟邝明洁当年城市少女搭档黄雅敏都到场祝贺，献上诚挚祝福。看到今年民国100年啊，当然是祝福他们百年好合。好，祝他百年好合啦，早生贵子，那也该嫁了。然后 Michael 人不错，是一个可以帮他很多忙，然后可以让他过很正常很健康的生活的一个男人，所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一电视林彦成、蔡玉贤采访报道。